主日学的孩子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告别了2020年，我们进入了新的一年2021年。今天早上老师要欢迎大家继续的来上我们这个线上的主日学。今天老师要讲的课题是与神摔跤，我们还是会继续看创世纪第32章22节到32节。孩子们还记得上一课James Wong 老师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故事吗？雅各，还记得雅各吗？那么雅各在外地受他舅舅的欺压和苦待长达多少年？20年。那么他终于要回家了。我想雅各要回迦南地父亲的家，应该是雅各多年来的心愿，就是雅各想要回家了。但是当这个雅各真正想要踏上回家路途的时候呢，那么他多年来的一个噩梦让他想起了他欺骗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和福分。所以当雅各要回家的时候，他也很担心，因为他欺骗了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和福分。雅各更听说哥哥以扫带了400人往他那里去，他就害怕又烦愁。最后雅各怎样呢？雅各想到了神，他开口求神，然后再预备大的礼物给以扫，希望以扫能够原谅他。那么神会听雅各的呼求吗？神会带雅各脱离以扫的手吗？在还没有进入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继续要来听雅各的故事。主啊，求您让我们能够打开心门，接着雅各的故事听主您要为我们说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仔细听主您的话语，能够默想主您的话语。求主加添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 同学们，让我们打开圣经看这个创世纪第32章22节。他夜间起来，他就是指雅各，他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还有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23节，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那么雅各带着他的妻子、使女还有儿子来到了这个亚伯渡口，先把他们领到河的另外一边。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渡过这个河呢？他们是在晚上，就是一个夜间晚上，不是早上。第32章24节，圣经告诉我们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么最后只剩下谁没有渡过这个河呢？原来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没有渡过这个河。但是为什么剩下雅各一个人没有渡过河呢？我想他应该是太害怕了。那么他在河的这边要先想想，如果渡过河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他要有一个对策。这个时候他在河的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有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他们这两个人摔跤了多久呢？摔跤直到黎明，就是差不多天亮的时候。第32章25节，那人
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可见得这个摔跤比赛啊，谁赢了呢？就是雅各。也就是说，雅各跟那一个人啊，是互相的在斗这个脚力摔跤。结果这个人发现到自己好像赢不过雅各啊，他做了什么事？他就在雅各的大腿窝偷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就在这个时候扭了。扭了的意思就是脱了臼，就是啊，有一点瘸腿了啊。第32章26节，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对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么这个人呢，看到自己差不多啊输了啊，天也要快亮了，就跟雅各说：“让我走吧，啊，容我去吧。”那么雅各怎么回答这个人呢？雅各说：“你要给我祝福，如果你没有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么可见的，这个人跟雅各摔跤的这个人，他的身份应该是比雅各更高，要不然为什么雅各会跟他求祝福呢？好，同学们，我们再继续看创世纪第32章27节。当雅各跟这个人求祝福的时候，这个人告诉他什么？27节告诉我们，那个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么雅各就回答这个人的问题，说：“我名叫雅各。”为什么这个人会问雅各的名字呢？当这个人问雅各的名字的时候，其实他是要让雅各回想他名字的意思。同学们还记得雅各名字的意思吗？就是抓住，因为雅各抓住了他哥哥的脚跟，还记得故事吗？我们再继续看啊，创世纪第32章28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交力就是意思说比赛啊，比赛看谁的力气比较大。那么第28节，我们看到那个人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了什么呢？改成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的意思又是什么呢？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尊贵人，或是神的王子。那人说：“雅各和谁交力都得了胜。”雅各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雅各以前有跟神交过力吗？从来没有哦。那么从28节的这句经文来看，就表示说现在跟雅各交力的是谁呢？就是神自己，神与雅各在摔跤。我们再看创世纪第32章29节，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所以29节我们看到雅各反问那个人：“那么你又叫什么名字呢？”因为刚才他问雅各的名字，对吗？那么29节雅各就问他说：“啊，请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但是那个人并没有告诉雅各他的名字，但是他做了雅各想要他做的事情，
就是他在那个地方为雅各祝福。那么在第三十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以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第三十节我们看到雅各给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皮努以勒，皮努以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的意思。那么雅各知道他在这个地方面对了谁吗？就是面对了神。雅各在这地方遇见了神。第三十二章三十一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三十一节，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禁，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禁。为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的后代啊，就是以色列人，就不再吃大腿窝的禁呢？因为雅各的大腿窝的禁是被摸了之后就瘸了。同学们，当我们看过了今天的经文，这时候让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否有与神摔跤的经历呢？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历，与神摔跤的经历。诶，怎么说呢？那么神很多时候要我们走这条路，但是我们偏偏就不要走这条路，我们去走其他的路，我们不跟从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在这时候就是在与神摔跤。也有的时候啊，我们生病了，或者我们在祷告，希望我们的家人能够信主得救，但是往往我们都看到没有什么效果，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疑问。那么摔跤的过程呢，是辛苦的，但是也会带来祝福。我们再看回这个经文，雅各并没有找神摔跤，而是神主动找雅各摔跤。那么当我们与神摔跤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与神是对立的，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雅各胜过他，因为神本来就要给雅各祝福，神在这个摔跤的过程要祝福我们，因为我们在与神摔跤的过程中，我们会注视神，把我们的焦点，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神。我们也要把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苦闷，我们的担忧，我们的烦恼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求问他，我们来请求他的教导，他的帮助。我们也求神多多的添加我们力量，好让我们能够顺服神，安静的等候神。那么我们要如何呢？我们要多多的祷告，多多的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美意与旨意。好，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以撒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老师再读一遍，以撒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也就是说，我们像这个老鹰一样啊，得到这个
能力，重新得到能力，在空中飞翔。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愿意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赐福于我们。在我们需要您的时候，您教导我们，你帮助我们，我们也愿意的来依靠你，尽心尽力做神您所喜悦的事。主啊，求您继续来带领我们。主啊，在这新的一年里，求您继续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有满满的喜乐、平安与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门。好的，同学们，今天我们的线上主日学就到此为止，我们下一次见。